亲爱的。大家伙，视频看都看到这里了，如果今天这菜能对您有所帮助，希望大家能给圈哥留下一个免费的赞。在这里边先感谢家人们支持，把所有配料炒捏炒熟，咱们烹入20克海鲜酱油，哎，再继续翻炒，然后放入面条，
明天再见，拜拜。